那个各位朋友好啊，哎，这个呢，大家看到照片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位呢，这个老人呢，流落在这个纽约法拉盛，他是谁呢？他就是那个上海网红啊，回国那大爷。咱们这人啊，说话就是做事儿啊，就是说得靠谱，这不能把人家这脸露出来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想那个，据他自己说啊。说流浪在纽约30年，都无依无靠的，最后也败落了。大家所有的华人啊，咱们到时候也得想一想，你说咱们都是旅美华人，不希望自己也是这样吧？其中有一个办法啊，可以帮大家办，那就是了解当地的历史。我就想问很多人啊，你了解法拉盛历史吗？我们今年有这个历史协会的这个35年了啊，我们今年呢是这个四个的这个博物馆，包括这个 Walker House、Kingsland 邦和这个就是说呢，其实每一个协会啊，我跟你说啊，都真是我跟你说，我们最后我们讨论，我们都说收的钱太少了，我跟你说。到底收多少钱呢？你自己到网上查。但是呢，你四个如果说都过来看呢，一个人呢，也就20多块钱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真是我这几天我这是给我气的嗓子哑都多了。我好多白人同事都说你干什么呢？你给弄成这样了。说，我说我就想让说中国人知道，说过来看看呗。看看你这知道知识，那跟你要不然你跟那大爷那样的，你也知道那大爷现在各种的那什么评论的多惨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到哪儿你得知道哪儿这历史，你不知道这历史啊，你说你怎么弄？我不是炫耀啊，大伙儿喜欢来，但我还是说这话，你就来，你不喜欢来也无所谓，我这个频道我跟你说。就是帮大家帮华裔，就是说，你来这儿你得知道吧，这地儿是怎么样啊？那当然，很多人说我不知道也无所谓，那也无所谓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路线啊，从缅街你往那个北方大走，可以到那个贵族会，贵族会往下走呢，就到我们这个就是金士顿大屋了。往下稍微一点呢，这个是这个邦恩大屋啊，邦恩大屋呢往下走呢就是奥克这个博物馆。那有想听的，有想问我的，我到时候再说的。这两天我都烦了，都在问我说这你不是变相的什么，是什么收钱吗？哎呀，我怎么说呢？我是希望，我倒是希望说是免费都给你们的，可是我们这边不是也得财政出租吗？对不对？行，您愿意看呢就看，您呢就是说不愿意看呢，或者来一下呢，我们这儿，都招待您，那就这么着啊，拜拜。